盖洛奇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对不起，我是因为别人的言语而伤害你。如果时间再重来一次，我会好好珍惜你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很爱你。赵婷，身为你的好朋友，就在你面临一切压力无助的时候。因为自己很难受，选择逃避，不敢给伤害。拜托，赶快起来好不好啊？我们还有很多梦想没有一起完成哎。